准备大显身手。亚洲舞王罗志祥暌违十年将到台东开唱嗨翻东部音乐舞台。台东县政府在11月9号和10号一连两天在台东海滨公园举办演唱会，诚意满满，甚至还邀请到等你的讯息不止金曲歌后彭佳慧，心灵系歌后万芳也是演唱阵容之一，还有流行音乐天王林宥嘉。新时代女团 Baby Mint 还有 After Party 国语作业部 DJ 秀也会陆续登场，期待炒热台东海滨公园气氛。三立新闻精选与陈虎台东报道。